这是谁？芬妮，是芬妮吗？好像是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Hello。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我好像迟到了几分钟啊，因为我刚刚吃完饭，然后就给大家直播。今天刚刚拍完视频回来，然后吃了一个饭，就赶紧给大家播了。我知道我迟到了，就迟了那么几分钟嘛，对不对？迟到了那么几分钟而已，不要这么在意。好不容易给大家播一次，对不对？吃饱了。今天是周七啊。你等我干嘛？你们都吃饭了吗？等你直播等到颈都长了。颈都长了是什么？脖子长了吗？我也是，因为我们之前那段时间太忙了，然后现在恢复直播了吧，然后就按照顺序，今天就是我播，我就给大家播了。吃了就好。卡吗？你们看是卡的吗？哎呀，我就迟到了那么几分钟，饭没吃完嘛，吃完了这不就给大家播来了？不要那么小气，这么久没有直播，一来就说我迟到。什么吃货啊，我都没吃饭。十几分钟啊。哎，那今天就给大家补上嘛，对不对？迟到了就给大家补上嘛。我迟到了几次嘛。老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就等你一个人。应该不会吧。我去看一下地下。人都到齐了吧。我应该就长话短说，抓紧时间，最多也就三次。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，老赵，情况紧急，没工夫扯淡。这是什么？你是政委，大鸡腿。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吧？既然刚刚吃了个大鸡腿，咱们走一下党员骨干们，交代一下任务吧。
清点了一下人数，除了阵亡的，我们还剩下60多人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10几个，重伤员有5个，咱们怎么办？部队分成2部分，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，从不同的方向突围。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？什么就迟到了20分钟？咱们在赵家峪会合。如果没别的，你们自己来晚了，我已经开了好久了，我就迟到了几分钟。不能留下一个人。还有啊，还记小本本，你们真的是。旁边是亮剑，你们都能听出来。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希望大家有所准备。馆长在看亮剑。我没有迟到20分钟，我只迟到了十五分钟。我只迟到了15分钟。馆长，这是馆长一天的兴趣爱好。哎，你这是用啥子看的呀？可以。你为啥子不用那种看呢？不得。你屁，怎么可能？对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就从30分一直等着刷新。我真的就只迟到了15分钟。我是成都的，成都。小黄牌，什么小黄牌啊？成都火锅好吃。成都火锅好吃。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？我没有换新衣服啊，这件衣服我穿了好久了。这件衣服你们没有见过吗？我拍视频都有穿啊。你把睡袋脱啊。馆长刚刚打完游戏，然后在边吃饭边看亮剑。没有吃点心，吃的是晚饭。我们这边有时差，我们这里有时差，就吃晚饭都比较晚。有点印象，什么有点印象？这个衣服吗？这个衣服我很多视频都有穿啊。你们队最近咋都锡纸烫了？我没有锡纸烫啊，我的头发没有烫，我的头发烫都没有烫。谁说都锡纸烫？对，我们都是晚上直播，因为白天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都晚上直播。我去看一下地形，人都到齐了吧？成都没有时差，是我们有时差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它就有时差。他怎么说？怎么讲？这个地方他跟普通的地方不一样，他有诅咒，知道吧？他就诅咒你，诅咒你正餐的时候不能吃饭。轻伤员有10几个，重伤员有5个，咱们怎么办？部队分成2个。会，馆长没有锡纸烫啊。从不同的方向突围。馆长是卷卷烫。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。他是卷卷烫。赵家峪会合，如果没别的说呢，就分头准备。对，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是，他有一种魔力，就让你白天起不来，然后晚上睡不着，然后不会在，就是常人所知道的吃饭的时间吃饭。大家有所准备啊！好，分头行动。他都是。对啊，我就没有烫，因为以前
烫的太多了，头发已经着不住了。我们一般几点休息啊？一般一点吧，一点左右。一般就一点左右休息，有的时候睡不着就两点。我上一次直播是8月1号吗？真的假的？一个月了，越来越像喜羊羊。